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几姐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你们偏是不听，就咱家那个童年街口的清真兰州拉面啊，谁是花19.9啊，买的12桶。对不起，你买贵了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的链接啊，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？厂家呢是19.9啊，给咱发12桶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啊。咱哥几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7.9啊，给咱发12桶兰州拉面啊，满一整箱。咱家这个兰州拉面呢是童年街口家的啊，并且呢每桶啊都是138克的大分量，也不是那个小克数的。咱拆开一桶看一下里面的品质如何啊。它里面呢是有一个面饼啊，这个面饼呢是非油炸的，分量呢是中规中矩啊，刚刚够吃。还有一个脱水蔬菜包，还有一个汤底包啊，这个汤底包是相当浓郁。还有一个辣椒油包，咱喜欢吃辣的啊可以多放点，不喜欢吃辣的可以少放一点。还有一个料包，还有一个小叉子啊，没有了。它里面呢是有4包调料，还有一个面饼。这个面饼呢是非油炸的啊，非常的筋道爽滑，并且呢它这个汤底包啊也是相当浓郁。像咱们上班族学生党啊，肚子饿了嘴巴寂寞的时候，晚上呢又爱整点小夜宵啊，又没时间做饭了，咱直接啊烧一壶开水一冲泡啊就 OK 了，既能吃面又能喝汤，还不用洗碗啊，真的太方便了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今天老弟是下单直接给您挂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7.9啊，给咱发12桶兰州拉面啊，满一整箱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哥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敲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啊挂没挂成功，如果是17.9给咱发12桶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咱们啥时候想吃了啊，只需要烧一壶开水一冲泡啊就 OK 了，既能吃面又能喝汤，还不用洗碗啊，真的太方便了。